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爱一心观》。生命啊，确实是一件很让人难以捉摸的事情啊。但是从难以捉摸中，怎么去找出它的一些背后的运转的一个机制啊？这还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讲说后天、先天，这个当然是有密切的一个关系啊。但是先天的一个设计，或者先天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密码，它本身就是在这样双螺旋的一个结构中啊。 定义了很大一部分的事情，譬如说，呃，长得多高，你后天我天天去打篮球，一定有帮忙，没有错。但是有些人天天也不打篮球，他就长得那么高，你看了就非常生气啊！为什么我这个呃这个为身高会跟他差那么多？就是这里、啊。 这里，因为他爸爸妈妈就高、啊，于是他给他的基因里面、DNA 里面、染色体里面就有会长高的、长帅的那个基因呐、啊。你很难可以去改变、啊，但是你这样的话很生气，那我就不不干了。不是，后天还是有一些努力的空间，却可以去改善一些事情啊。诶，这个长相也许未必那么呃，这个像他那么英俊啊，但是你展现出来那份的一个关怀、温柔跟侠骨柔情。 可能可以盖过他的英俊呐，赢过他的英俊呐，所以先天后天之间的一个平衡啊，我们常常要念之在兹啊。要知道，我们受了先天的一些帮忙也好，或者是限制也好，但是后天的一些改变还是依然可行的，可以改变的一些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双螺旋体的染色体的一个结构，一个一个，我们总共有人类有二十三对染色体。 这是男生是 X Y，女生就是 X X。这是第二十三对，其他的每一个都是长得很类似。一对是从爸爸来的，呃，不，一个是从爸爸来的，一个从妈妈来的，两个结合在一起就形成我们的一个状况。所以啊、呃，先天后天呢、啊，这一份的一个呃影响啊，其实是蛮大的。后天的一个影响，譬如说像这样的一个人物啊。 我们就是说，你现代人也很难想象啊，这位呃叫做路易路易奇呃，这个卢茜尼啊，这是一位呃意大利的啊、呃，呃，我们称之为他热血青年也可以啊，或者说啊、呃，这个反正边缘人物也可以啊。哎，这个发生什么事情？跟一件凶杀案有关系啊？这凶杀案发生的时间时间是在呃十九世纪末期的时候，呃、还没到二十世纪啊。 但是他后续就跟着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系啊，所以这个谋杀案是非同小可的谋杀案。他杀的是对象是谁？女生哎、欸，这很可恶啊！这个三十几岁的一个男生杀这个女生，这个女生是一个呃女呃这个皇后，呃伊丽莎白皇后，不是那个大家写熟知的那个伊丽莎白英国女皇，这个是奥匈帝国帝国的伊丽莎白，女皇，呃不。 皇后伊丽莎白皇后啊，呃，她就是那一天出门，她六十岁，出门她只有一个小一个人陪着她，这是当时拍的一个状况，还没有被刺杀的一个状况。那他用什么东西来刺杀他？这个凿子啊，凿冰块或者是呃凿木头等等这样的一个凿子啊，那为什么说不用你这用把剑刀不是比较合理吗？为什么会用这个？因为那一个呃卢卢千尼啊，他没有钱买这个。 所以他有一副满腔的所谓的热血啊，所谓的爱国，所谓对这世间的不平的一个愤怒。为什么他是呃非常左派，认为说这些啊、呃、这个呃贵族们，这些呃皇族们，他们剥削了人间所有的。 这样的一个呃，这个幸福啊，然后堆积成那样的一个腐败，所以一定要除之而后进。他根本也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有一个人住在这里，就在瑞士那个地方行刺杀他。结果呢，他就在他这个呃呃皇后的左边的这个地方啊，胸部这个地方刺了一刀，刺了一刀，大概在第四肋间的地方。结果那个皇后啊，哎起来，哎觉得不舒服，起来整理一下衣服，继续走。 走了几百公尺，上船。他原来那天搭要搭船啊、呃，在瑞士游湖的，就他已经到船上去以后，后来才昏倒，后来才去世啊。那这个理由是怎么？待会会跟大家报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啊？那结果这位呃呃路易吉卢卢千里啊，是不是最后被抓到有枪杀掉？瑞士在那个时代没有死刑啊，就已经没有死刑啊，所以他听到以后很生气啊。 你看这人的这个意识的这个很奇怪的他要成为烈士，不让他成为烈士，最后他在瑞士的监狱里面上吊自杀。所以人性中这个很可怕的那一面，所谓的理想，竟然是对这样的一个女生啊，这是她二十七年前，三十三岁的时候，这个公这那时候呃，她已经嫁给那个当时奥匈帝国的呃国王法兰兹啊。呃 这个一世啊，那样的一个情形，你看多美丽啊！这个历史上我们大家都很熟知的，叫做西西公主啊，西西啊，就是她。那她嫁给这个国王是这样，法兰法兰兹一世啊。那么她婚后生活理论上也是很美满的，啊，有一个啊儿子一个女儿。可是女儿在小婴儿的时候就去世了，她儿子呢，鲁道夫后来自杀，所以这种生命中的这个。 悲哀啊，让我们觉得，尤其是这种对照起来的一个荒谬。你以为那个啊，他是呃、啊、占尽世间的便宜吗？他人生是非常苦的。你又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啊，这样的一个结局啊，啊，造成世界的动荡不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产生出来，所以人类啊实在哎该检讨的事情啊，事实上是蛮多的这个情形。所以，我们心脏这个部分的一个功能啊，大家所熟知的心脏的一个功能，就是心脏把这个含氧量啊高的这些血。 血送出去，含氧量呃这个低的血，那送到肺上去做气体的一个交换，然后周而复始，透过这样的一个呃网路啊，可以让心心脏的一个功能啊啊、呃、发挥到身体各个地方去输送这个氧气，以及把啊、呃、这个代谢物质啊给它啊、呃、这个再收集回来，呃二氧化碳再排放出去的状况啊，但是这个病人。 呃，刚刚讲的一个呃，这个皇后啊，为什么没有死？她倒不是说心脏没有受伤，她心脏本身倒是受伤的一个位置，出口的一个位置不是很大，就是伤口不是很大，但是她因为。 外面的这个关系啊，所以造成他的一个呃最后的一个心脏的衰竭。那这个理由在哪里？这是另外一个病人啊，他本身三十几岁，他出现的一个问题也是心脏衰竭，但是看起来心脏没有变大，哎、呃，结果呢会喘，脚会肿等等的一个问题会产生出来。问题点在哪里？心包膜，心包膜。 这个病人，这个三十几岁的女性病人，是我们讲的这个病人，是因为心包膜这个地方因为某一些发炎的反应变厚，所以心脏会打不出去血。那刚刚讲的这一位呃，这个呃皇后，她本身是受伤的位置啊，心包膜在，但是心包膜只破一个小洞，然后心脏破一个小洞，那这个心脏里面的血就会往心包膜这个地方来呃。 这个渗透出去，那一开始的时候，因为血流量没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还可以神志恢复，还可以走路。但是慢慢的，里面血积多的话，这个空间有限了、啊，就让这个心脏没办法持续把血液打出去的结果，它就是因为心包膜填塞，然后造成这样的一个昏厥，呃。 如果这个在现代的话，你在这个旁边的话，该做的事情啊，这个如果有个针啊，长针可以抽进去，把这个血抽出来啊，这还有机会啊，可以抢救出这个生命出来。刚刚讲这个病人，就是心包膜这个地方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动过手术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开心手术，可是这个病人的症状就完全解决。那这个开心手术，呃，要做的一件事情啊，事实上我们只是让心脏表面的、啊，它要跳动的一个过程中。 外面的这个心包膜不至于去给它束缚起来。如果束缚起来，我们心脏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它也有可能啊、呃、打不出血液啊。所以这个背后的一个呃影响事实上是蛮大。所以透过呃开心手术的一个方式啊，呃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把这个旁边这个非常呃厚然后白色呃把整个心脏呃给它呃紧缩在一起束缚在一起的那样的一个心包膜，我们。 心脏外科的医师给他做切除的一个动作，那这个是因为他发炎的很厉害。现代的一个医疗，大部分是透过心脏内科把它做引流的方式就可以解决，但是因为它的面积太大，整个一大片心包膜发炎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心脏打不出这个血液的时候，把这个地方拿掉，心脏完全没有动它，它就恢复正常。 所以表示说，有时候让我们的一个热情没办法燃烧的因素到底在哪里？是那个心脏吗？还是外界那个因素？把外界那个心包膜给它拿掉？赶紧收看。